国演营造跟雅欣集团，他真的是有用心在建筑这一个区块，用培训员工的角度，让每一个员工都能够去了解我雅欣集团日系精工的要求。除了本身有稽核部以外，还有田中纯夫顾问的来检核，每一个施工的步骤呢，都是严谨再严谨，一步一脚印。无论是绑钢筋，无论是主模，无论是牵涉到以后门洞的开口、门窗的安装种种，还有防水，你只要每一个步骤不严谨，都有可能成为你将来呢可能要去维修的东西。每一个客户住进来呢，就是对我们雅欣的有信心，而且呢，最好是不要有什么修缮服务的。但是这个在建筑业是少之又少，但是我们雅欣集团呢，就朝这个目标去迈进。用自己要住的心情，把每一栋作品把它当艺术品呈现给我们的消费者。雅欣盖房子，放心一辈子，向雅欣 say yes。